这么练了，这个孙晨怎么睡到现在还没有起来啥？孙晨呐，孙晨！师傅，哎呦，你怎么睡到现在才起来啥？哎呦，昨天晚上做了夜的还做一起晚了嘛？哎呀，好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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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快给师傅打一壶酒来。师傅，你还要喝酒啊？姐，你晓得师傅我一餐不喝酒就没劲，两餐不喝酒就生病，快去快去快去哟。是。哎，你到哪一家去打酒啊？王家酒店呢？王家酒店，他家有几个人呢？妈妈叫王展示，女儿叫王桂义。咦，那这一台戏不就是我们四个人看吗？是啊。哎，那我就给他起个名字，叫做沈晨打酒。好，那我们就唱起来。唱起来。唱起来。
酒。你店中有什么酒啊？我啊，小火瓶酒哦，哎，我不打酒，到你店里来怎么说？那你要打什么酒噻？我呀，打老酒。哦，打老酒。哎，你要打几多噻？打5文钱，要给我把砖满着。哦，打一壶。嗯。哎，你要打到底打什么酒？哎，我不跟你说过着。打老酒嘛。哦，打老酒。喏，酒来着，拿去吧。嗯，喏，这是5文钱。哎，你不要走。什么事啊？你给我的钱呢、啊？我舍得没舍啊？晓得是不是五个？哎，你快走吧。是五个吧？是的。大姐，哎呦，大姐，我的壶盖子嘞？啊，是你自己没有拿来吧？哎，我是盖着盖子来的，怎么没有拿来哦？大姐，你快帮我找找吧。好好好，我去帮你找一下。找不到，你莫怪我哎。嗯。喏，是这个吧？哎呦，太大着！哦，太大着，是这个吧？哎呦，不着不着不着，太小着！姐，又是大了又是小了，真啰嗦！你到底认不认得你的盖子哦？哎，我自己的盖子当然认得喽。好吧，好吧，好吧，我这里盖子啊多得很，小的哪个是你的哦？这样吧，把你的酒壶给我，我就替你挥过来，挥得上呢就是你的。哎呦，多谢了大姐，请你快点子啊，我回去晚了师傅会骂我的。这个总是的吧？哎，是的是的，哎，是这个油画的，我自己的盖子我就认得。哎呦，大姐，你光把壶盖子给我，壶呢？啊，还有壶啊！啊，那我去帮你找着啊。好好好。哎，你也帮我找着噻。好好好好。
老师啊？我啊，姓龚。姓龚，龚神龚神，你是姓沈吧？哎，对了。你叫什么名字哦？我叫沈晨，快拿救护来哦。慢点，我还没有问起。沈晨啊，哎，你今年多大了哦？我啊，十六。我十七，比你大。我比你大。我十七，你十六，当然是我大了。哎，你十七要走我十六门前过，当然是我大了。你是我大。我大。我大。好好好好好，就说你大。我比你大，你要叫我三声姐姐。我不叫哦。不叫，这救护恐怕就找不到了喂。哎呦，好好好好好好，我叫，这叫我怎么搞哦？回去晚了，师傅会打的。那，我只叫两声。好好好，就叫两声。我干脆叫一声吧。好好好，就叫一声。我一声都不叫了。不行，要叫三声。好好好好好。你在做么事哦？哎，我叫了喂。叫了，我怎么没听到哦？哎，我真的叫了喂。不行不行，要叫大点声。姐姐。哎呦，不好不好，吓人一跳，我还没有准备好呢。要不大不小啊，再叫一声。啊？不大不小，大一声。小一声，不大不小又一声。哎，我这不是还是叫了三声吗？我不叫了哇。当真不叫啊？真的不叫。那你就莫想要。哎呀，姐姐。哎，你这个脑子哎。要是以后啊，你师父再打你啊，你就我就没事啊，你就到我干来。哎，那不行咯，你妈妈会骂我的。我妈妈管不到我的。真的啊？这酒钱呐、啊，在这酒盖子里头。你下回来打酒啊，我不要你的酒钱，你自己呀、啊，留着妈妈用啊。老弟呀、啊，你下回打酒啊，一定要到我干来耶。姐姐，下回打酒啊，我一定来。师傅哎，我是准备啊，把那个酒团子全部捧回家给你喝哦。胡扯！哎，我酒。我的酒。
人的脚啊？哎呦，磕着手吧！哎呦，你这阿子，做起事来连夜莫完天，心不要夜就不会磕到手了。快点坐，快点坐。是哦。陈晨呐，哎，给我拿个马线来。你这拿么东西啊？酒壶啊！哎呦，我是叫你拿马线，拿我叫你拿酒壶啥？我是听到了要拿酒壶啊，我还以为你叫我去打酒去了。打酒打酒，你有钱借打酒出去玩是不是？给马线拿来。嗯。放在这里啥？哎呦！哎呀，师傅怎么搞的呢？没么事，没么事，不痛不痛啊！戳到手了吧？没。嗯，做起事来。眼莫先天，心不要野，就不会戳到手了吗？你，哎呦，这个鬼东西啊！哎，真真呐，哎，去给师傅打壶酒来。好。哎，师傅啊，钱呢？这，哎，这几天生意也不大好，哪来的钱呢？算账，不喝了，不喝了。哎，师傅，你那油池上不是挂着三个铜钱吗？哎，这挂油池的铜钱怎么能下呢？一下下来这一个这个油池不就没地方摆吗？哎，师傅，你那不晓得把铜钱下下来，把油池挂在空山上呢？咦，是的啊、哦，这个铜钱摘下来着，又只能放在裤袋上。好。哎，真真呐，嗯，只有三个铜钱，还少两个哎。哎，师傅，哎，我想起来着，那个压闸门里不是掉了两个铜钱吗？哎，那是压闸门的铜钱不能摘嘛。摘下来以后，往上风不把盏子吹开着吗？不着不着不着！哟，师傅，你那不晓得把铜钱下下来，拿两个石头压住两个盏门，不就行着吗？是啊，啊，好啊，你去拿去，拿去吧。我走了啊。啊，好。嗯，不要紧，他就是担着裤子。也担不出十两银子，他哇还是要回来的。真是让你害苦了，只怕又是你师父打你了吧？打了没打哦？
就是把我赶出来了。他为什么要赶你出来哟？哎，今天上午啊，我在店中偷偷收你给我的钱，偏偏给师傅看见了，他硬说是我偷了他的钱，我说不是，他说一定是。你哪来的这么多钱呢？那你怎么回答的哟？我说是你给的。哎呦，羞死人了，你不能敢是我给的嘛。不说不说不说，他还不是打。那后来呢？哎，桂英姐呀，他一生拿几勺酒壶，他一生拿烛酒温，历尽说红
你哪来的钱呢？我帮母亲去收账，银子有钱难翻身，兄弟一匹将不要说，马上跟我回家门。沈晨他单真的走着，哎呦，留下我孤老头子一个人，我是怎么做得过来哟？师傅，回来了！哎呦，在外头跑累着了吧？快到后头吃饭，吃饭去，吃饭做事啊！快点！我不做，没啥，不做，不做欺屁呀！师傅，这个徒弟我不修了。什么？不学了？不学了？不学？好啊，那十两银子拿着来。这是十两银子，你送清了啊？啊？你当真有这银子？哎，我问你啊，你在哪里搞来这么多的银子？师傅，你总没有这么多银子给我偷吧？告诉你吧。这是我桂英姐姐给我的，周师傅，你快点把银子点清了，我还要回去跟我桂英姐姐拜堂成亲呢。这，他当真的要走啊？哎呦，孙晨呐，你怎么这么没良心呢？哎，师傅当真要你的饭钱呐？师傅带你错着？你怎么说走就走啥？是你自己讲要我走的吗？哎呦，那是师父看你不听话，说着嘿嘿你的嘛。师父当真舍得你走啊？刚才还说要算账哩。哎呦，那是师父老糊涂着，你就当师父多喝着两杯，喝醉着乱说好不好？啊，莫记在心里，莫记在心里。你刚才还要打我呢。哎呦，阿姐，这样的冤枉事情就莫要再说了。师父总是把你当作自己的亲人一样，嘴里说要打。哎，其实我从来也没打过你。你说我哪一回打过你的噻？啊，你怎么说走就要走呢？又不是我自己想走的。是你要我滚的吗？哎呦，好着好着好着，就这样子吧。
说过的事情就不要再说了。沈晨呐，你也没有亲弟，我也没有儿子，从今往后嘛，你就是我的亲生的儿子啊。好吧，既然你看中这王家妹子，我今天索性为你到王家去说媒，把鬼影接过门来，你小两口啦也称心如意，我老头子嘛呵呵看着也高兴。哎，屋里又多了一个烧茶煮饭的伴手，你看师父为你显得多周到哦。哎呦，师父不行的哦，他粮食不会同意。行行行，保你会行。师父说媒呀是个老内涵，沈晨呢，你的老婆就包在我身上，怎么样？走，说走就走。哎呦，师父不行的哦。走，不行，走哦。回来了就回来着呗，哎，怎么去了大半天呢？我在乐山那碰到一个熟人，耽误了一下子。哎，十七八岁的丫头还这么野，也不怕别人呐说闲话。哎，你说的真呢。我先问你一句话，你要是答应了我啊，我就拿给你。真淘气，莫事噻，快讲啦。妈。你疼我吗？这个鬼伢子，妈妈只有你一个，不疼你疼哪一个噻？我要是做错了事，你不会打我吧？妈妈怎么舍得打你噻？哎，你做了么事啊？快讲啦！妈，你当真不怪我啊？不怪就不怪，快说！我把收回的银子都用了。哦。我当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呢？哎，你是我的亲女儿，用银子买东西，只要跟妈妈说一声，还怕不给你呀？用了多少噻？我全部用光着。啊！你买么东西要许多银子哦？妈妈。Thank you.
得与他倒酒，只剩下罐头。女儿啊，你这个不孝的丫头哎，这么大的事情都不跟妈妈我商量一下，真是女大不由脸喽。晓得呢，我是舍不得你出门嘛。妈妈，娘亲来疼爱你，我也舍不得你娘亲。不行的哦，行的行的，我保你行。哎，万家婶子在家吗？是哪一个啊？哎，万家婶子。你是？妈妈，这是。啊，桂英姐，这是我师父，我不要大台，他愣是要来，还要找你妈妈收媒呢。鬼东西，师父来坏着啊？妈，这是周师父带着孙晨来的。哦，
是周师傅来着。啊，周师傅，啊，请进来坐，进来坐啊，坐坐坐坐坐坐坐。桂英呐，快去倒茶啊！哎，哎呦，哎呦，不要客气。哎呀，周师傅，好茶哦。哎呦，好着好着好着，得罪得罪得罪，你们真客气呀啊！周师傅，你老人家也是难得来的嘛。店里的生意蛮好的吧？没有过生意哦，我们做小手艺的有几个本钱噻，搞着不窝头子就算不错了。王家婶子，听说你这个酒店的生意是越做越兴旺的啊？小本小利的嘛，母女两个能喝喝醉就招着，女儿呢？打碗老酒给周师傅喝啊！哎，快点啊！哎，不！哎呀呀呀呀！师傅，喝酒哦！哎呦，你们真客气呀，这怎么好意思的嘞啊？嗯，真是好酒。王家婶子，你老人家可真有福气呀！这是你的大女儿吧？啊，你老人家说的好哦，周师傅，不瞒你说啊。我就这么一个女儿，长着跟花一样哦。桂英呐，快来见过周师傅。哎，见过周师傅。哎呦呦，好好好好好，婶婶呐，你看人伢子多有礼貌啊，你也去见过王家婶子了，快去。哎呦，多鞠几个躬。见过王家婶子。哎呦，好着好着好着。哎，桂英呐，快去给婶婶端个凳子来坐啊。哎。周师傅，你老人家有几个儿子？哎呦，不瞒你老人家说哦，我哪里有儿子噻？我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做生意，有什么办法呢？如今呢，只带着这么一个小头的。不过这个沈晨呢，也就跟我亲生的儿子一样的。我今天到你家来呀，就是为他的事情来的。听说他跟你家桂英两个人蛮好，两个人年纪嘛又相当，我看你家桂英这伢子也不错，今日特地前来找你老人家商量一下子。依我说啊，不如成全了他们两个人，我们两家就连上这一门亲，你看怎么样呢？哎呦，难得你老人家看得起我王家的人，不瞒你说啊，桂英把生辰的事早就对我说过着，真是女大不由娘呐。年轻人的事，我们老人家管也管不了许多。今天呐，你老人家来着，既然你也愿意，我哇也就随他们便了。好，王家婶子，你老人家真是个爽快的人哦，一句话就说到我心里来着。我这个人呐、啊，一生就喜欢爽快人。既然你老人家愿意，他们也愿意，那我这个老头子就更愿意了哇！亲家母啊，我们家这两门亲事就说定着了喂啊！晨晨呐，快快摆进油木帘子，快点啊，快点子，多磕两个头。哎呦，好着好着好着，一过就招着。哎，女婿摆丈母娘嘛，这是理所当然的。桂英呐，你也快来见过周师傅。哎，多谢几个，多谢几个啊！哎呦，不要！哎呀，亲家母啊，我看男大当婚，女大当嫁，不如啊早一点给他们办着好事，也好了却我们做大人的这一份心，你看可好啥？亲家爷，就依你说的，早点呐、啊、就早点。我这里呀、啊，反正也缺少一个人手。好，亲家母啊，我们就一言为定啊，今天下午就办。晨晨呐，快给我回去准备准备，等一会儿我们过来接桂英啊。晨晨，师傅，我看这事啊，你老人家就不必再费心了。晨晨是到我这里来嘛，喜事啊，我自己会办，你老人家等着喝酒就是了。我咋
生辰到你这里来。是啊，生辰你。坏着，坏着。
不出口。难过了哦，哎，亲家母，我要回去了。师傅，还师傅呢？我留在这里做么事啊？周师傅，你坐一会再走吧。哎，单身汉真是可怜呐。妈，周师傅啊，真是个好人呢。嗯，是个真正的好人。妈，我看周师傅一个人孤孤单单的，怪可怜的。是可怜，亲戚朋友都没有一个啊！我看不如啊，把他老人家也搬到我家来住。这，啊，这怎么行呢？女儿啦，外人的闲话会逼死人的哦。周师傅又不是什么坏人，光明正大的怕什么啊？再说，周师傅到我家来了，你们两个老人家做事啊也有商量，一家四口。欢欢乐乐的，那该有多好啊！这也免得孤孤单单的，再受苦无依事啊！你，妈，妈，你就答应了吧！哎呦，你这个死丫头，这叫妈妈怎么答应呢？师父。怎么说？滋味？我死啥？你也留在这里吧。这怎么行呢？哎呦，师父，你既然舍不得我，就留在这里，岂不是更好吗？乱扯些么东西哦！这怎么行啥？行的哦，赵师父。这，师父，我去帮你呀、啊，把那个皮鞋摊子挑来，这边买酒，这边做皮鞋生意，两家或一家，一家四口人，团团圆圆的。大家都欢喜呀、啊！生辰，这样行啦、啊。赵师傅，行的哦。你娘她愿意吗？我娘愿意哟、哦。生辰啦！嘿，那鬼牌桶给你破架子打扫干净，我给你师傅来替他铲子。哦，我马上就说啊。想喝酒啊，周师傅，我听孙晨说，你老人家最喜欢喝酒的了。好，喝酒喝一杯。想不到我走皮匠这把酒壶还吊着酒杆，你气着呢。妈，thank you.